桃园的许厝港呢，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富裕有成，而目前啊，观测到的鸟类大约有200多种，水鸟回来了，游客也跟着增加。不过呢，湿地周边并没有厕所，一直让人诟病。对此，海管处在观鸟亭旁就新建了一座厕所，日前完工启用了，游客大赞，方便多了。啊！你钓无，你到处人你嘛找无啊！真正拢树啊靠啊，那款的啊，袂歹，这种真好。玄户海岸终于有厕所可上，让志工好开心。海岸巡护出勤一次就是一个上午。过去许厝港湿地周边完全没厕所，不止志工，连游客都觉得很困扰。由于许厝港受到湿地保育及森林法规范，无法新建固定式厕所，透过市府协调，现在终于有解。前面有没有巡逻找不到厕所啦？对咩？哦，阮查某搁较无方便。每次呢，咱这真啰嗦的呢，拢唔敢食水来，啊，即卖用食较济啦。许厝港湿地近年来生态富裕有成，目前观测到的鸟类超过200多种。赏鸟观海的游客变多，没有厕所的问题实在让人困扰。经过地方争取，海管处在赏鸟亭旁新建一座厕所，今年11月完工启用，不仅解决民众的如厕问题，也贴心的为单车族设想。而且这厕所呢？它非常的宽阔，是让我们骑自行车的所有自行车朋友呢，他可以将他的爱车牵到里面，不能说因为他在里面厕所摩那自行车被人家偷走。不止景观厕所，赏鸟亭旁还新建了小燕鸥造型天幕，完整规划要让今年赏鸟季到访的游客有耳目一新的感受。